你们啊，切这个大料子了吗？联系好了，联系好了，联系好了就切吧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谈大料子啊，到下面去了解了解一下，谈吧。K姐，哪个老师您拍到？哎，我们做这个长的一些记录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来看一下大料子，28.5公斤的啊。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，然后我照这个摄影师也记录一下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料子，兄弟们看见了吗？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鸭灯它的杀力还是挺细的啊，表现也相当的好啊。老帕杆的料子野生化，平常这边都有，你看这边还有的，哎呀表现还挺多的嘛，这边好了，兄弟们开干了啊。口炮，接近一些，翡翠大掌。好，这个时候炸，至少要半个小时。马哥，啥呀？货主送货来了。货主又送货来了。对。这怎么搞？你让他先到那边等一下。兄弟啊，你先在那边坐着。坐着。来了。今天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分享分享，牛逼啊！分享牛逼，超超厉害！那个料子你也看到了，切的啊，切管了，包真的，你不是包长的吗？这个可以呢？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都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超超料，这个超超料，反正你什么都可以啊。在你手里拿过来的料子没有一个不可以，啊、但这一切开嘛，啥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真可以的，真可以。这个是墨西沙的，墨西沙超超料。鸭蛋是可以，这个鸭子估计有那个飘花的感觉，你看，看见了没？直接看的话，它里面飘花的感觉。这边也有点表现。这个鸭子就是个头不大啊，皮革来讲的话是相当比较紧皱的啊。你这个老皮革，质量光看一下，这边是不是有点那个泛绿的那种感觉？所以说我刚刚看到了有那种飘花的那种感觉，这个鸭子。是吗？飘色吗？有可能。这一个呢？这个差不多啊，没表现，没表现的。这个没表现呢？那是差不多最好的表现。有一点点这个啥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料子就是玩个皮革了？这个皮老了。啊，老皮革。老皮革。是没有表现呢？没有，一点点没有表现。一点都没这怎么玩了？对呀、啊。啊？对呀、啊，有一点点，这边有一点点黄黄，对，有点黄。价格嘛？价格现场来一个。你想怎么谈吧，两个还是一个一谈？一个一个谈吧，一个一个谈对吧？你说这个给个价吧，给个卖价。这个啊，我报价了，今天价88,000。88,000。卖价不要告诉我们报价不报价，我要真实的成交价。成交价啊，成交价5万8。16,800。多少？16,800。哎呀，15,000，差了一点点。差就差一点点，不够啊。差不多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36,600。这个就是玩皮革，压根啥都没有，还不麻筋的，啥都没。等像上次一样的，其实又是还不筋，没有没有筋啊，这个真的啊，皮料嘞，老板，你的就是玩皮革嘛。那什么，那个压根就等一下，看看嘛。这个，等一下啊，什么叫等一下？那你行不行？16,800。闪开一个，那闪开一个，加不了，就是玩个皮革。你把这个谈好了，再谈这个。给我吧好累哟，可以了，谈的好累哟，啊，再加一个，龙哥，再加一个，哎，26,900，刚刚上26,600，26,800，刚刚到26,800，现在26,900，我妈嘞，你的小气，太小气了，我小气，关键是你上次那个料子，你说稳涨的稳涨的，现在出来啥也没有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欠两个你怕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先管了，这料子有涨有涨，我不跟你磨叽了。这个没行不行？漏不漏？不漏我就先撂去了，我也不输了。啊，漏给我。那你说这个要签涨的是吧？你给我上去几千。好，可以啊。来，那我给你钱啊。可以好。我这个签好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料子没有？
这个料子是28.5公斤的。我靠！来了，这个垮了，我还没想到这个没有垮的，这个太垮了，你看。滚！有力气也这么大的。哎呦！江苏又凉凉。哇、哦，厉害厉害，挺高的。前锋热烈。哎呀！打不开。我靠！不看不看，垮了。你说你在场上是吧？我在场上，你来了就看你的。我，先扔一边。看你，直接凉凉。拿到你们钱不是？你过来一把，你不会接吗？你这样切好吧？你这样切能够切到料子啊？对，那找个手刀位的，你要切的手刀位，可以手刀。好，等着一中一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好。口号嘛，啊，口号，口号，来继续一下，我也来。Later， 马哥，接好了没？接好了，接好了。那你过来就是再记录一下嘛。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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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看长啥？看这是啥？这，你看，你掉你下。跳我那么高，我怕你啊！跑啊，跑啊，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看见吗？已经进光了。我多嘞，老实讲，实讲，实讲。它这个皮革相当厚啊，皮革。把那边拿去，咱们下面讲讲这个料子。这个料子有点特色，这个料子它是有点特色的，咱们给兄弟俩普及一下。会不会搞？啊，会。你看，哇！来，咱们来普及一下，普及一下。你看它这边的这个皮革，你看很厚啊，你看吗？这样捞一圈的，然后它里面是那个白鹭啊。但是别小看这个白鹭，这个白鹭是化开的一个白鹭啊！你看，看这个底色，完美的，完美的，这边是飘花了啊！你看这边一个比较厚，然后这个料子整体来讲，你看它的那个特别之处是啥吗？啊，完美的！这个料子切开之后竟然没有裂，对啊，竟然没裂这个料子，啊，细裂也没有，大裂也没有，这旁边根本就不影响的，这个裂没影响是吧？你看飘花，没裂的情况下，这个料子一个面出两个骨头，它没毛病。啊，你看这边，这鹿子发的很好啊，你看，都发开了。哦，这边还带个带点花啊，跟人家数数，两条数数已经有了。对啊。